世界最强军队，因轻视对手，被打得落花流水。说起蒙古，在我们心中首先想到的是，蒙古人非常魁梧的。我们都知道，蒙古人在战场中非常有名。他们曾经不光统治过亚洲大陆，还统治过欧洲大陆。他们为什么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？其实，是因为这个民族的骑兵非常厉害。蒙古人可以说是从马背上长起来的。北方的环境比较恶劣，他们很小就适应了。除此之外，他们不能自己生产生活用品，所以他们只能靠抢别人的活下去。蒙古的骑兵作战水平非常高，可以说是没有他们打不败的军队，在当时的世界是非常出名的。所以说，在很多外国人的心中，中国最厉害的人就是当时蒙古族的成吉思汗。成吉思汗在小时候就能感受到他的军事能力，并且由于是贵族出身，可以说他是个天生的领导者。在他长大以后，他带领蒙古族的骑兵一步一步地占领欧亚大陆，只要他去过的地方都被狠狠地掠夺了。或许是因为老天看不下去蒙古族对人们的侵略，不知为何成吉思汗突然去世。蒙古骑兵虽然因为他的死有一段时间停止了对他族的侵略，但是他们好歹也是一支强悍的军队，很快就恢复了战斗力。之后，成吉思汗的儿子，也就是窝阔台成了这支军队新的首领，军队也变得更加的强大。窝阔台和他父亲不同，这个人更加的随和，所以有更多的人愿意跟随他。窝阔台刚上台以后，首先打败了金朝，接下来他想攻打宋朝。可是在四川这个地方，人们出奇的顽强，他们拼命的抵抗外敌，最后窝阔台失败而归。窝阔台去世后，之后的军队首领带着人攻打欧洲，欧洲的中坚力量被打败。可是在即将完全统治欧洲的时候，蒙古首领被射死了。很多人为了当下一任首领，整个军队军心涣散，对欧洲的控制也不如从前。就在这个危急时刻，有一个叫做马穆留克的政权出现了。可是蒙古人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，所以大部分人都回蒙古了，让很少的人留下来看他们。蒙古人觉得这个政权就是一些奴隶，根本没什么战斗力。但是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，就是这样一支他们看不起的军队，最后击败了他们。这支军队的实力很强，并且使用的武器也是上等的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有自己独特的作战阵型。在双方对战的时候，蒙古族感受到了对手的强大，可是已经晚了，蒙古族很快被他们打败。马穆留克部队渐渐被人们熟知，可是世界上没有一直赢的军队。最后，这支军队被拿破仑带领的军队打败。蒙古族最后因为自己的轻敌失败了。所以说，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正确认识自己和对手，没有谁能够一直赢。